这个是你放在我的这里钱啊，1000万给你了 ，C 兰。哎呀，现在到阿麦家了，阿麦家好多小朋友啊。阿麦，这个是谁啊？啊，你妹妹。哦，这么乖，让她看一下镜头好吗？哇，真的好好漂亮啊，他们家基因这么好。那个呢，那个也是你妹妹吗？哦，妈妈，这个是妈妈是吧？哦，买三百的羊肉，羊肉，给你烤了不？他们回家了哦。这你们家有几个弟弟哦？米，农，农少米加坤，三坤，哦，这个是，然后这个也是。这个也是哦，哦，三个，陆赛米松坤，哦，弟弟有两个，爸爸呢？爸爸是这个，哦，爸爸回来了，哦，三百弟，哦，娘蓉，嗯，这个是你的车，你的摩托车啊？哦，你买的？哦，爸爸。白币了，哦，买那个摩托车都买了8年了。你把你的家里面的证件拿着，这个拿着。嗯，爸爸，把家里面的这个证件要拿着。嗯，然后先回家，看一下他们家什么样子啊？先看一下他们家什么样子。这个就是阿麦家。我也第一次来，他们家院子还是挺大的，院子还是挺大的，看一下房间，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天哪，这个，你们家，你睡哪里啊，阿妹，南油山。你睡这里啊？可以看一下不？蹦呆不？蹦呆，那就看一下。哦哟，阿麦就睡这里。哎呀，真的，这妹妹家庭条件都不容易，真的。妈妈有几？你是陆娘一面吗？他们陆娘。哦，老大。菩提松面派，老二是谁？哦，这个是老二啊、哦。老三是这个啊、哦，老四呢？菩提西呢？菩提西呢？哦，老四是这个，老四是最乖的，我觉得，老四是最乖的。然后老五呢？老五是这个，啊、老五也乖啊。菩提好。啊，老六在这里。啊、哦，还在吃东西。哦，阿麦就现在就全靠他一个。哦，阿麦，你还有多少钱在我这里？你跟他的。谢谢哦，妹妹，可不在哦。还有多少钱在我这里？你掏的。你的。两十三。好。我马上数给你啊，这个是你放在我的这里钱啊，1000万给你了 ，C 兰，你数一下也可以，不数也可以，看你自己，然后给妈妈吗？还是自己揣着？然后你包里面还有钱啊？没搞包明恩哦。哦哟，包里面还有那么多，哦哟，包里面还有那么多，厉害哦！妈妈开心不？弟在不？啊，弟在不？我们，不和我，
还要把这些钱赎给妈妈吗？这个估计是他爸爸妈妈。哦，这个你拿，然后这个给妈妈吗？哦哟。啊、哦，1400多万。哎，老板哥。在街上祈祷，曾经许。